在我们的现场吗？小凯在哪里？哦，在那边。欢迎小凯。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来看《因为不能停》的首映，其实非常开心啊，因为我觉得在年底这样一个大家工作都结束的差不多的时候，看到这样一部非常好笑、非常疯的电影，我觉得应该对大家的内心也是一种冲击。今天主要坐在一哥旁边，一哥刚才讲的太，我有点压力，所以我想多说一点。其实今天主要是前面的那个部分，我觉得也是非常惊喜的。像刚才各位前辈说的一种创新性啊，包括用文字一种贴图的这种形式，微信界面的这种处理方式，我觉得确实是很让我们这种年轻演员觉得非常惊喜。包括这样一种年会不能停这个方式去延续到，我觉得不只是年会吧，还有包括我们人生的一些包括我们的一些信仰啊，一些坚定的一些意志，我觉得都是不能停的。就像这部电影一样，不光是为大家带来了欢笑，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意识上的一种精神上的一种鼓励吧。然后呢，在这里也希望年会不能停大卖，祝年会不能停有一个好的结果。谢谢。